那那先顾虑到他们的，他们刚刚说哦，每个角度都要了哈。好，他说你们地点你们自己抓哦哈，就他们一站定位，你们就要赶快拍了，不要过去了就说没拍到，没办法。好，好来，掌声欢迎素回跟千叶传奇啊，闭嘴。在大家呢拍照拍得很尽兴的时候，还是要再一次的呼吁所有的PU戏迷，在这个展场里面的偶呢，我们千万不能拍照哦，手机相机都不行。那一般像我们呢，会特别请超偶师把本尊带到现场，这个时候就是大家的福利了。